我今天要来正式的分享，就是我自己用，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用的东西。第一个我想要推荐的就是这个叫做极净养肤洁颜水。我大家看得出来，我就是一个浓妆仔，就是我什么浓妆都会化，但是卸妆就会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卸干净，会堵塞毛孔。这一罐就是我认为对我这种干敏肌，同时又能够把我的彩妆清得非常干净的产品，就是它。它里面还有譬如说包含 B5 这种修复型的，甚至它是用睥睨硫丝3的温泉水，所以它是非常温和，而且可以洁净你所有的彩妆。那对于像我这种干敏皮的使用，我会先做湿敷，大概拿我们的化妆水挤个两泵上去敷在脸上，这个时候你可以一边刷牙还有额头，刷完牙之后开始把你的那个化妆棉拿下来，顺着你皮肤的纹理慢慢的擦干净，其实你会发现你得到的是一张舒服干净的脸，跟我们一般在用那种卸妆水眼睛会刺痛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个人非常推这一罐，就是如果你也是有在化妆的需求，然后你也是希望可以卸得干净，同时又不会让皮肤太刺激，那你就用这一罐。那如果说你是那种哦，我平常其实画个那个防晒我就出门的人，那你更不用担心。如果你有用防晒的话，你也一样挤个两泵，轻轻的顺着你皮肤的纹理，意思就是说不要上下乱搓哦，我们就是这样慢慢的沿着自己的皮肤大概的擦拭一遍。其实你转过来看一下那个化妆棉上面的污垢，你就会明白这一罐清洁力有多强大。